给他们这里的小学重新修建了操场。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来刷跑道？好，可以。彩虹跑道刷漆比赛现在开始。哎呀，完了！菜菜过边了，菜菜，你真的很菜呀、啊！哇，你好鬼鬼祟祟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破坏劳动工具！我跟你说，四个颜色的跑道怎么样？好好看！谢谢胡夏叔叔。胡夏哥哥。周五晚10点，台铃电动车云上的小店。